是红烧肉，我想起你来了，真的是。是红烧肉，这么想着。是不是兄弟？是兄弟，有一块肉我都想着你，真的。忘不了餐厅啊，是吧？黄渤，店长，店长。我一听你说话的调儿，跟你生活中不太一样。来，哎呦，小米爷也过来了，你看，你看一下，孙红雷，孙红雷认不认识？啊，孙红雷。孙红雷就以前老演坏蛋的那个。嗯，认识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 我小米爷爷。我在那个以前的节目里看过。啊，很有名，现在出门都有人找他签字，你知道吧？嗯，这是那个叫孙红，哎，孙红雷，孙红雷，你好，孙红雷，侬好啊，看到侬老开心的，哎，老好老好老好了。